大家好，我是老白。这家不是过节了吗？我去食堂打了家饭。你知道北京这食堂这个炒一个油白菜多少钱？还有这一个炒一个蘑菇多少钱？我还有一个米饭。废话不多说了，我给大家说主要的吧。像炒这么一个油白菜，我打了。这么一个油白菜，我打了二两，它就是四块钱。先吃两口，这菜还可以。你知道打这么一个蘑菇，这么一个蘑菇它是，我也打了二两，它就是。7块钱，这么二两是七块，二两是七块。两样都差不多，都可以。还有北京这大学这个菜，就是这个价钱，还有那米饭就是7毛钱。好啊，在这里祝愿大家年过了。财源滚滚，心想事成，多看我的视频，再见。